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。出言，出言，它其实呢是化煞物，对于呢净化空间非常的好用。所以当你呢要净化你空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呢去撒出言。在撒之前，你先跟这个空间里面讲，我钟龙翼，我要净化这个空间，请各位好兄弟先行离开。当你讲完这一句话，等个一分钟、两分钟。开始了撒出言，让好兄弟有时间离开。然而出言是净化物，它的五行是属土，所以你八字要土的人，你也可以呢用个夹链袋，里面装个出言放在身上，这样子不断呢可以呢避免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靠近你之外，它也能同时增加你的一个运势。所以出言是化煞物，也是八字需要土的人最好的取运物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